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 Channel， 我是竹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最新 0.247.0 版本中隐藏程式码更新的一些重点内容以及详情吧。Here we go。首先是有关新增超级形态的模组方面，目前看到呢新增了三大超级形态，其中包括就是有超级勾魂眼、超级诅咒娃娃以及超级波斯可多拉。更新了 Go 的一个 APP 图示，目前看到新的图示呢将会以星系为主题，那这也可能是下一个季节的主要主题。新增两大全新招式，分别是交错闪电以及就是交错火焰。新增团战等级，目前从隐藏程式码中看到新增了团战相关名为延长宝可弹的一个头目弹，目前还未知该个弹呢在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设定或是作用存在。新增多利米亚在宝可梦图鉴中的各种图示，新增星系天空的各种天气隐藏程式码，其中也包括了各种星系相关的模组，这可能意味着下一个季节将会有全新的一些天空外观。额外的一些微调更新方面，其中就包括了路线制作相关的、萤火功能相关的以及提示音相关等等，那这方面没有太重要的一些内容存在，我们就不进阶的去跟大家讲解了。另外维罗博士回归相关的全新模组方面目前也新增了，可以看到呢到时候回来的维罗博士将会有全新的外观造型。而最后则是新增了全新的贴纸，从这个贴纸的一些颜色啊，还有场景来分析的话，应该是跟秋天的一些活动息息相关。好了，以上就是有关最新 0.247.0 版本隐藏程式码更新的内容以及详情，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中的言论呢，仅供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来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